修梦到和丈夫前世是姐妹，前世经常吵架，现实中他们已经半个月没有讲话了。同修梦到一个数字360，他想问这个是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，还是给他丈夫的药精者？最好是化解冤结，加上他丈夫的药精者。一共360，对吧？对。哦，是不是这怎么分配啊？没怎么分配的，一半一半也可以。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傅开始。